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之前不是讨论了很久吗？沙特要向中国大陆买这个052D 哦，12艘7000吨啊，之前数字看起来都很清楚。张军怎么看？现在这个案子啊大转折啊，这个黄了。那要已经跟西班牙交付了一笔定金哦，140亿，买什么呢？买护卫舰哦，052D 是7000吨级，这个护卫舰不过2000吨级哦，这个它有一定的这个档次的差距。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就崩了呢？哦，以中沙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友好，那中国专家认为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从中做梗。那另外一头我们看到拜登跟纳坦雅胡刚刚通话，讨论这个巴以双方如何达成停火协议，而且已经开始谈了。不是吗？啊，这边说要谈哈，那边就去炸这个拉法哈，对拉法进行了空袭。那拉法就在加萨的南部哦，目前知道40人死亡，其中5名是幼儿，还有1名是婴儿，才刚刚出生5天。好，你先来看这个052D，为什么这个案子黄掉了？对，052D它后面加个一，这个就是外销的。对，052D它自己用，这个算是这一艘大概10亿美金，那12艘就是120亿美元。所以像西班牙去买这2000吨级的飞弹巡防舰，140亿还贵，是这个样子。那有两个因素，第一个，西班牙的这个我们所讲的这12艘的2000吨级的飞弹护卫舰，对，它的发轮，我们知道军舰的那个发动机啊，是类似军舰心脏，是美国的，那就是美国系列了嘛，那美国产的嘛，那这样子的话，将来它的整个的后勤的修护。补给保修就是美国系统了，因为就是借西班牙的手，借西班牙的市场，这个美国的军品就过去了，到沙特阿拉伯。那中国大陆这其实中国大陆动052D是蛮不错的，垂直发射系统7000吨就是大型。这两个比较一下，一个7000吨级，一个2000吨级。对，那当然是7000吨级的功用多，而且是垂发，同一个档次，垂直不同档次，它是飞弹驱逐舰，这个是飞弹护卫舰。然后飞弹驱逐舰它的吨位又大，然后垂直发射系统又齐备，价格也不便宜，一艘是10亿美元，12艘120亿，但是这个也是很贵，12艘是140亿美元，但是问题就是以后的补给保修，这个市场就变成西班牙跟美国拿去了，因为整个发动机是美国的，那个其他的作战系统也是其他相关的欧洲其他国家，西班牙要做的就是它的船壳。这个船壳西班牙的，那其他的作战系统，我们讲的火力系统，还有发动机系统，那是美国的。对，所以是这样。那美国，假如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西班牙买确实就是这个美国动手。但是其实是后面是美国赚大钱，是这个样子。当然，美国也不希望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的势力、军事的这个实质影响力在沙特阿拉伯这边越来越重，他会这个样子。这才是重点。对，因为哪怕这10艘卖给他。但是这12艘卖给他，卖给沙特阿拉伯，但是以后的军事上的合作还要派技术代表。所以因为这个哈，采购052D这个事情已经谈了很久，感觉上是谈定了，就突然之间风云变色。对，去年2023年的10月就谈定了，是啊，所以他还付了一笔定金，对，是这个样子。那结果后来的时候，那当然是美国从中介入啊，美国介入，美国的影响力大，对，可能美国影响，美国可能当然也是对。沙烏地阿拉伯也可能做了一些允诺，在安全上面，或者是其他的军事合作。如果真的是买了052D，就不只是什么后勤维修钱的问题嘛，对，不是光是钱，布局的问题，后面的就是军事上的影响，军事的交流。以后的话，他用的是这个，如果是买了052D1，那这样的话，跟中国大陆军事的交流，还有这个甚至海上的军事的演习，那就更快更方便，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看，这是这个。拜登跟纳坦雅胡的通话，对中东的部分几个动态，对，第一个就是哦，才刚刚通完话啊，谈判开始前立刻去炸拉法。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航母的动态，艾森豪号这个航母从去年11月是留在中东，但是4月26号呢，他从红海撤离。也有些媒体报道说，目前是大撤军的概念，他从苏伊士运河进入了地中海。还有这个路透也报道，也门的胡塞武装又攻击了2艘美国驱逐舰。对，那我们可以看这个，那个纳坦雅胡他这个拜登的话，因为美国的大学，尤其是东部的这些大学，不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包括这个宾州大学，一直还甚至外延到整个西部地区的大学，伯克莱大学、加州伯克莱大学，这个常春藤的
他们都出来这边做抗议跟示威。法国也有啊，澳大利亚也有。对，整个就变成外溢过来，那对拜登的选情会不利。嗯，因为这些年轻的选票都跑掉了，那拜登还想不想做连任？嗯，那当然，他压力很大。他为什么那压力大？赶快打电话给以色列，你在这个地方，尤其在巴这个加沙走廊，尤其在拉法这个地区，是不是要稍微收敛，不要那么的大张旗鼓？打完电话立刻叫拉法。对，就这样子。那反正他也不买账嘛，就是这样。所以你怎么看待以色列接下来对拉法的攻势？我认为他还是他会怎么打？他会进行，因为以色列的个性，那就看纳坦雅胡。纳坦雅胡个性是一不做二不休，他不会休止的，他会对他们做地面的扫荡，帐篷都准备了。当初10月7号，去年赎罪日的时候，我们说他会报复，就一定会报复。地面部队进入，一定会进入打拉法，一定会打拉法。这是由纳坦雅胡决定，除非把纳坦雅胡换掉。那你要不换掉，一定打拉法，一定打拿南加萨。所以那种打法会跟这个整个过去打这个北加萨一样嘛？对，是一个这个炸成废墟的概念。对对，就变成整个炸烂掉。嗯嗯，然后人我有准备帐篷啊，是你们不来的啊。结果老百这些老弱妇孺都被炸死了。现在就是说，以色列对加萨的、对巴勒斯坦人，他是无差异，他管你什么，他是能够滥杀无辜，滥杀无辜就滥杀无辜啊，都已经杀了34000多人了，还在乎再增加个几千人吗？他不会再在乎的啦。然后连那个联合国的那个人道救援组织，他一样炸啊。对，所以他有没有说，因为误炸了，我这个后面的军事动作我就暂停，或者稍微收手，或者减缓？不会，他一直到时候会一直打完。会这个状况持续下去。对，美国现在很尴尬，进退失据，他不可能不支持以色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内反弹的声浪也很高，所以这个航母的动态呢，他现在到地中海啊，这个动作是意味着什么？因为到地中海，因为他本来在红海，对，红海这个地方能够发挥的力量，大概就是牵制到胡塞。那胡塞组织的话在这个红海的出口，它的西边是西奈半岛，东边的话我们知道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沙烏地阿拉伯，所以他胡塞组织对他来讲，那个杀鸡不用牛刀了，真正的过去的是要到地中海。地中海不要忘了有叙利亚、有黎巴嫩，真的那个地方反而对以色列在这一方面的这军事上的动作会比较多。那你要放在哪里？你放在那边是对的，要放在地中海。你放在红海的地方是那个地方狭窄的水域所能够发挥的回旋的空间跟战略的价值不高，所以艾森豪威尔号还是要到地中海去。放在地中海是对的，因为那个地方是广大的水域，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放过去的话，对以色列来看，可能也会对以色列有一些表示说，不是帮助以色列挺以色列哦，那放在那个地方的话，也是有一点点要以色列不有些事情军事上的动作是要有一些约束，是这个样子，要有约束。那现在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对以色列，他也用无人机，也用榴弹炮去轰炸这个以色列的北部的地区。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不是光只是加萨，那加萨的地区有这方面的军事上行动，那个黎巴嫩真主党也有这方面的威胁。所以我认为，为了早一点点结束到南加萨，这个比较重要，先结束到南部地区的战火，然后以色列再转移兵力对我们叫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动作，它是有先后次第的，所以它的重点，第一重点还是南加萨，北部先做拘束，然后再转移到北部的黎巴嫩。对，这些这个地理上的名词，台湾民众可能会觉得离我们很远，对不对啊？但现在因为自媒体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一张又一张近距离的照片，都是当地民众或是记者所拍下来的，跃然在我们的眼前。赫然之间呢，这场战争就变得活生生的，感觉离我们很近哦。